阿弥陀佛。唉，尊者为何心情如此沉重？曾长国王率领军队灭了世家族，我的妹妹、妹夫不幸牺牲，留下两个小孩流落在迦毗罗卫城的街头。有一位善心人从舍卫城过来，看见沿街乞讨的孤儿，认出是妹妹的孩子，就带他们到舍卫城找我。原来那两个孩子是尊者的外甥啊。是啊，这两个孩子无依无靠，特来投靠我，但我是一个苦行僧，自己无资生之源，三宝的财物他们不能享用，不抚养又不行，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啊。尊者，还是好好照顾他们吧。师尊曾说过，如果对僧众做利益事，可以对其布施，是不为因果的。就让这两个孩子为僧众洗钵、洗水果、供花，这是被允许的。也只能如此了，我就收留他们吧。阿难，你的身体最近衰弱了许多，听说你每天都分一半的饭菜给两个小孩。是的，世尊。你收养的两个小孩要不要出家？世尊，这两个孩子以后是要出家的。阿难，这两个孩子如果出家的话，就可以享用僧团的财物。还没出家以前，为僧团做些供花、供果等事，也是可以享用僧团的财物。你那两个外甥为什么还没出家呢？世尊，因您早已规定不满15岁不能出家，他们尚不满15岁，所以还未出家。他们能在僧众晒粮食、做驱赶乌鸦的事吗？如果能做，那就可以出家了。他们早就能做驱赶乌鸦的事情。若能驱赶乌鸦，7岁就可以出家了。多谢世尊。我这就帮他们剃度出家。哪里跑？看看我的厉害！那你来追我呀！这两个孩子自从出家后变得十分懒惰，白天只顾着玩乐，晚上长时间睡觉，根本不闻思修行。阿难，不能让这两个孩子虚度光阴，你应该对他们严加管教。哎，我也想对他们严加管教，可是我心肠慈悲，管不动这两个孩子。目犍连尊者，不如您替我管教他们吧。不瞒您说，他们俩早就了解到我很慈悲，因而一点都不听话，我实在拿他们没办法。您可以用方便法使他俩升起厌离心。只能如此了。
为什么这个铁锅里只煮铁水？有什么意义？因为阿难尊者的两个外甥天天不修行，去享用僧众的财物，等他们死后堕入地狱，将会受到铁水熬煮之刑。这个锅正是为他们所准备的。不要，怎么会这样？好可怕，太可怕了！你们在做什么呢？尊者，我们刚才亲眼目睹地狱之苦，可怕极了。我们若再不经文思修，将来必定会堕入地狱。现在我们很害怕。自从他俩看到地狱后，就日以继夜地精进修学，这样下去定能修成正果。他们这些日子的确很刻苦，但是自从他们看见地狱后，就变得茶饭不思，在早上没吃饭前想起地狱的痛苦就不想吃了，若是在饭后忆起地狱的惨景，便把食物全部吐出，这样下去身体会垮掉的。大概是他们见到地狱的景象吓得不敢吃饭吧。不用担心，我有办法。快乐美好的生活啊。是啊，我们要是也能过上这样的生活该多好啊。为什么这两个狮子座上没有天子呢？阿难尊者的两个外甥因为害怕下地狱受苦，每天精进修行，以这样的功德未来会转生天上，这两个狮子座是为他们准备的。如果现在能精进修行，以后还可以转生天上。是啊，那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了。尊者，我们刚才看到天堂了。是啊，那里好漂亮，好美。你们已亲眼看到天上与地狱的苦乐，你们一定要精进修行啊。好。此后两个孩子特别精进修持，他们终于发现无论生于地狱、恶鬼、放生、人、阿修罗或天人中，皆没有任何安乐可言，一切都是有漏法，三界轮回犹如火宅，一切的本质都是苦的，因而升起真实的出离心。于是他们更加精进修持，最后在他俩七岁的时候灭尽三界烦恼，证得阿罗汉果位。世尊，这两个孩子以什么样的因缘能在七岁的时候就证得阿罗汉呢？请世尊为我们开示。这是源于他们前世的愿力。很久以前，贤劫人寿20000岁迦瑟佛住世的时候，有500位青年人在花园里看见佛陀率领僧众出游鹿野苑的情景，都升起无限的欢喜心。很多人觉得如来住世的机会难得，因而想发心出家。有些人则认为应趁年轻好好享受人生，等老了再出家。还有些人觉得可以等到生儿育女后再出家。后来这500位青年人一直忙于生计，日久年老，逐渐凋零，皆没有机会出家。
剩下最后的两位老人，眼见伙伴一个个的死去，才醒悟：年轻时我们就发心出家，现在已年迈体衰，再不出家，恐怕再也没有机会。故而，他们将自己的财产上供下施后，跟随迦瑟佛出家。佛陀规定，新出家的人必须承事先出家的上座。因此，二位老人虽较年长，但仍必须做很多事情。有些僧人更借机欺负他们。其中一位老人很生气，另外一位心胸比较开阔，便对生气的伙伴说：不要生气了，如果我们早点出家，就不会发生这种事，错还是在我们。于是生气的老人诚恳忏悔，没有受到报应。他们在临死前发了一个愿：我们一生在佛的教法下出家，令佛生起欢喜心，希望以这些功德，未来能在释迦佛住世的时候同真入道，灭尽烦恼，成为阿罗汉。如果出家的年纪太小，希望佛陀能为我们特别开许。比丘们，当时在迦瑟佛前出家的两位老人，就是现在的这两个孩子。因为他们前世的愿力，所以今生能在我的教法下，以七岁之龄得到我的开许，让他们出家，获证阿罗汉果。